你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測試，就是舉手上下跳下啦，同埋烏低身，睇下個內衣有冇移位啦。如果移位咧，好可能咧嗰個 size 係唔啱嘅。我哋今日好高興邀請到脊骨神經科醫生李國彤同我哋分享醫學專業知識。Doctor Lee 你好，你好。請問 Doctor Lee， 乳房比較豐滿的女士是否比較容易面對寒背的問題呢？是的，因為乳房比較豐滿的女士在身後前面的重量也都會增加的，如果去選擇內衣的時候，如果承托力不夠，其實 很多時候可能的重量就會去了我們的肩頸，同埋甚至乎我哋嘅頸椎第五六七節都容易受影響嘅。咁樣如果呢啲女士咧揀嘅內衣係唔適合、唔夠承托力咧，可能會引起手麻痹啦，或者呼吸唔順啦，甚至乎頭痛嘅情況嘅。咁如果係胸部比較豐滿嘅女士，佢哋喺選擇內衣嘅時候應該有啲咩要注意咧？就應該揀翻一啲咧係好有承托力嘅。女性如果揀的內衣是不合適的話，可能她承托力不夠或者太過緊，這樣女性可能會感覺到呼吸比較 不太順暢，或者有些膊頭肩頸不舒服，如果配件組件比較多，那些肩帶比較 強韌，也都可以證明多些承托力會比較好一點。那有沒有在購買的時候可以怎樣有些協助呢？最好就自己去親身去試過才好買這些的內衣。試了之後你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測試，就是舉手上下跳下啦，同埋烏低身，睇下個內衣有冇移位啦。如果移位咧，好可能咧嗰個 size 係唔啱嘅。咁如果再有啲唔清楚咧，亦都可以請店員幫你睇下嗰個 size 係咪啱你嘅。今日好多謝嚟自香港脊醫學會嘅 Doctor Lee 同我哋嘅分享，我哋下集再見。Thank you， 拜拜。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更多，記住下載 Doctor App 留意最新健康資訊。